我冇得死了，一哇！有冇啊？收皮啦你！咁低能噶！靓仔朋友大家好，我系思豪，我系 Kimmy。系老公 ，F L C， 我系自己先咯。冇错啦，上次拍完之后咧系未玩完嘅，我哋又再继续玩游，所以又系呢一班人，唔好奇怪，系咁嘅，啊悭啲力水。第二日嚟噶啦，系啊，冇换衫，冇换衫，都几丑啊。系，好，我哋讲正嘢啦，今日玩嘅 game 咧叫出包魔术师，咁其实系只咩游戏嚟嘅咧？开始玩之前，循例都要听下游戏玩法先。游戏由36只牌组成，分别由一只一号牌、两只二号牌、三只三号牌，如此类推，最后是八只八号牌。开始前，所有的参加者会一起将台面上面的数字牌洗匀，然后每人拎五只放在自己的面前，数字面背对住自己，再将四只牌拎出来放开一边作为隐藏资讯。只有揀一位玩家作为起始，他不可以直接看自己有什么号码牌，要由其他玩家的牌入面推理出自己拥有哪只。如果估中，牌就会放出弃牌区作为公开资讯，然后他就可以发动相对应号码的特别功能，例如扣对手血，又或者对自己补血这样。估中的话可以继续估下去，不过叫的数字一定要等于或者大过上一个，即是说叫个七号的话就不可以叫回六号了，直接放弃不估或者估错，玩家就会补回到五只号码牌，再由下一位玩家去估。每个玩家都有六滴血，只要有玩家死，又或者是可以一次过叫晒自己的号码牌，就当结算一个回合。仲生存的玩家会有一分，杀了人那位会得到三分，最后去到十分就为之赢了。好嚟啦，一切好晒咧。首先每人就要攞五只牌放喺自己前面先，跟住咧我哋就会攞四只咧放喺阿公嗰度咧，就等大家都估唔到系咩嚟嘅。咁我攞四只放喺出边。好，咁啊由我开始叫牌先啦，等我望下先。咁快叫咯？唔知道啊，望下先啦。黐线，呢个世界上都冇一嘅时候一定嗌一嘅喎。一个巨龙，撕救佢哋。有冇啊？收皮啦你！咁啊低能啊！点啊？结个印嚟睇下。四收皮啦，收皮啦，系啊，冇啊，冇啊，咁都冇，五啦，收皮啦你，五五有喎，有啊有啊，左右各一，我就搏一搏六，六都有，哇，すごいですね，好劲啊，食屎啦你，继续，继续七，哇。使唔使啊？原来系有黄魔，仲有仲有仲有 pass 啊 pass 啊 ，pass 翻两个都唔估埋，佢估埋赢噶咯喎，真系冇啦，你个满血喎，啊唔系喎，系喎满血喎，赢噶咯喎，满血啊，咁我得七可以嗌啫，嗌多就七咯，系喎，哇 ，pass 唔系唔估埋佢啊，我觉得搏咯。你滿血喎，七完 game， 你做咩？你做咩？八完 game， 你做咩煽動人？你會死？冇可能，唔一定噶，唔一定係真擺過嚟，唔一定真。你試下你自己有信心。哎呀，滿血都唔嘗試下。咁你攞翻四隻，四隻。好，下一個係我唔忍啦 ，Kenny。五。哦，收皮啦，下次見啦，我哋攞出嚟先啦，先係少少意外嚟嘅。真係意外嚟嘅。喂，繼續啦，遠古巨龍嘛，黐線，遠古巨龍鋸你死人頭咩？我開始知道發生咩事。黑暗幽靈，暗幽靈，你攞你嘅生命值先啦。暗幽靈唔係咁叫噶，黑暗幽靈唔係而家叫，適當嘅時候。即係你啊？就係依家嗌啊，試下嗌。依家咯，叫一叫啊。頭先嗌四就冇嘅，所以咧，買數下牌先。四個四。No！開。我教你玩啦，暴风雪，暴风雪六六六啊，我又有，可怜哇可怜哇，哎呀，Let me teach you make 个收头六啦，暴风雪，收头呢个，好犀利啊，老师，咁呢个回合咧就方宁俊就有三分啦，咁其他我哋生存嘅就有一分噶嘛，先头就冇分啦，好 ，one two。
哇，又嗌得远古巨龙咧，正啊！远古巨龙留翻俾你啦。猫头鹰四四啊，我哋决出嚟先。好，有冇？嗯，系咪大家都要嗌一次远古巨龙啊？大家要嗌啊！我冇得死了，一哇！杂声啦，杂声。哇！阿兄仔六。鳳凰不死了，好嘢好嘢，全部係扣一，全部係扣一，全部係扣一，包廢啊！我擺出去先。二啊！哇，勁喎！再全部人扣一，喂，嗌埋佢啦，唔係驚啊，嗌多個二咯，嗌多個二啊！你真係可以順住我嗌。唔得，順唔過，順唔過。嚇！死咯！四啊！就係冇死。叫你順住，你又唔順住。七。火球術咪冇啊嘛，旺咁耐。唔好咁緊張，我睇下邊個死啫。右手邊死，哎呀好痛啊！好痛。咁啦，彈啦，嚟多個七啦。咁你又收？咁啊，你又死啦！咁你又大一過分一陣。得翻三架血啦。頭先叫你七，你過分一陣。咁啊，玩嘢咗呢鋪。七七又真係有喎，老公又冇得血啦。試下再嗌咯，四個七完。哎，咪有兩個佢都死，兩個佢都死噶啦，出邊都冇，係多個，咁你自己死一滴血先啦。唉，好尷尬啊！或者證明自己嘅巨龍嗌一次一咯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出咗啦，出嚟出邊啦，巨龍。再出咯。咁咪即係你有奇蹟噶嘛？呢個世界。黐線，我一條何止巨龍啊！俾你知。嗯。唔係啊，我三個七你都死啊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你快啲啦。咁啊，七啦，三個七個個都死㗎。七啦。咁你應該，你真係差啲。你真係差。係咩？有冇？作為一個魔術師，要知道自己用啲咩魔法。火魔法七號火球術。哇！火魔法死㗎啦我。火魔法二火球術七。咁你死啊？嚇！俾翻隻你。嗱，大家都差唔多血嘅啫，好似係好勁咁。五啊，有啊，左右，哎呀，左右，嗱，哇，哇，三兩個，嗱，哇，勁喎 ，double kill，double kill，double kill， 但係都係計三分嘅啫。不過嗱，你可以五六七，如果你覺得自己有都殺到人啦，而家 ，friend 五六七都殺到人。你想殺邊個多啲咧？真係㗎？望下先。五就殺兩個型啲。六又殺一個，真係殺一個，玩緊。話你可以摸下屍啊，你去間白咯，其實。我想左右兩邊啊。哇！嚟咯，夠你啊！左右兩邊就五咯，型啲，佢哋兩個都零分。七啊！七啊！七火球術，哎呀！唔得啲，唔得啲。你睇下佢心裏有幾想死。好，遊戲就係咩玩啦？中意朋友咧上鋪頭度玩咧，都係自己買翻屋企玩嘅。咁啊，如果想睇我哋玩更加多其他唔同嘅 board game 咧，就記得跟翻我哋 channel， 同埋記得訂翻咁多人啦。誒，嚟俾個 Y 嘅大家望一望，望多次啊！唉，好鬼多人啊！今日咧嗰啲位好難發嘅，所以大家睇一陣先。係咁，下次翻嚟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